前面的是我们新庄区中港处我们的俊贤堂。请尊嘛来到咱的花城，非常感谢感谢感谢咱俊贤堂。俊贤堂坐在我们中港总舞台，坐对我们全台卡龙安鲁迅正玄堂的众神来进行拜礼，大家再次感谢感谢各位。大家嘛代表咱这边中港区咱的总楼主、咱的总楼主、咱正玄堂的正堂主，再一次感谢各位，也祝福我们正玄堂之后能够那个妙运昌隆，幸福满天下。今天大家是特别来恭祝咱新增地藏庵文武大将老爷的圣诞成就、千成就，所以咱今嘛在咱中港区的总统府大头前，哦，是由咱俊贤堂，咱的俊贤堂伊的咱的行政队来到咱头前来进行参礼，而且非常感恩感恩，啊，代表咱这边的总统府，甲咱俊贤堂诶正堂主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俊贤堂，感恩大家辛苦啊！